因不知自己上神这边，波多路派 Peter 波多路就是第一个教宗，所以我们就是基督，我们还是在加利利亚的以色列，以色列是总统他的这个地方犹太人都是从那边出来的，耶稣就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继承这个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个我们继续讲 ，On this rock， 在这个 Petra，Peter， 所以那个我们刚才说的，耶稣本来不是说这个是翻译的，他是中文，在这个说，他本来是耶稣说，你是开发。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记得犹太人的话就是希伯来文，但是那个犹太人都被赶到巴比伦。那个时候宗族这个就是叙利亚那些地方，他们讲什么话？他们的话是阿拉美哈。可能的你看过那个电影，那个天主教是那个救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都是讲阿拉美，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讲希伯来文。但是犹太人很厉害的，身在以色列的，他们讲什么话？他们讲那个什么希伯来话。不是他对希伯来不是阿拉美，但是耶稣基督大部分他是讲这个阿拉美，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就讲阿拉美文。OK，it to be it and to you， 我会给你什么？你看这个是个小鱼，因为那个波特鲁就是一个钓鱼的人，这个鱼的标记，这个是个小鱼的。1200年，天主教不敢用这个十字架可以个标记。那个时候十字架太可怕了，因为隔壁的人都被钉十字架。他说：“你怎么会那个钉十字架的人？”我听说在台湾耶稣会在南部的，他们开始，他们拍的那个很久，这个很久一点，台湾没有开放，他们耶稣会放一个十字架在教堂，有一个孩子跑进去。他看那个十字架，他看全部的隔壁的人说：“哎，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会把你放在一个钉十字架。”他们都要跑掉了，人都害怕。他说：“我们不要信这个教，因为他们会把你钉十字架。”所以那个时候他用那个标记是一个 fish， 为什么？因为希腊文的语是 ichthos， Christos， 所以那个发音那个。希腊的 fish 鱼跟耶稣的名字很像，所以他们会说 ichthos。OK， 这个鱼就是表示天主教。Double。OK， I will give you double。I will give。所以耶稣给波多路两个钥匙，天国的钥匙，世界的钥匙。所以我刚才说的，有的人会不要说哈。我走了，我给你我的两个钥匙，或者这个钥匙全部都是你的，所以这个意思说，天主教全部的天国，全部的世界都是我们。那个当我们会说，哎呀，那个太多过分了。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我们都也是不就是波特路，我们每一个人分享他的权威，我们所有不要说，哎呀，那个人太过分了，我们也是。我也可以说，天主太过分，给我们那么多。你看，那有两个钥匙 ，claves 就是钥匙 ，claves 就是他给他看的两个钥匙。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他是 renew，celorum renew， 这个是世界的天国，就是天国的。我给你天国的钥匙啊 ，OK， 天国的钥匙，这个我都给你很天国的钥匙，所以不简单 ，celorum。Of heaven, rainy kingdom, rainy chancellor. Simon 就是原来的波特路的名字。Simon 本来是叫 Simon， 也变成波特路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里面的那个教堂。OK, do you love me? Diligis me, amas. Do you love me? 波特路可以说是除了耶稣以外是最重要的人，他代表耶稣在这个世界。哎呀，他的会建立教会，但是他我们应该说，哦，他应该是太大
台湾大学毕业的或是什么 Harvard 或是什么还很多语言没有，但是说他说你是不是爱我，当我们死掉了我们来到天主的面前，他不会说啊，你是不是总统哦，你是不是最有名的科学家的发明这个东西，他会说什么，你爱不爱我，你是不是爱天主。所以我们的人的是关系一样的，他说一个人会我们很好，但是如果他没有爱我们，他没有尊敬我们，那个人是没有用。因为我们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我们虽然的爱是耶稣是一样的，耶稣说你是不是爱我，因为我们可以记得耶稣是神，但是他是人，他有肉体，他有影响，他有心，耶稣有很感情，他有感情，他要我们爱他。我们不就是说我是信天主教，一二三念这个一，在这个二念这个什么什么，重要的是你爱不爱我。所以重要的是他说抱着你是不是爱我 ？OK， 你爱我 ，OK， 你是第一名。你没有爱我，我不管你是讲什么话，我不要听。那个是重要的是你爱不爱我 ？OK， 那是你爱。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全世界的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爱别人？耶稣说的。圣经说的 ，OK， 怕谁？他说什么？怕谁 ？Anios， feed my lambs， 就是 feed， 就是养我的羊，我的小，我的羔羊的，我的羊，给他们吃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记得，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每个妈妈没有爸爸，他要养小孩子，但是重要的是给他们道理。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当我们是教的。你爱天主 ，OK。第二个，你是不是告诉人家道理？你是不是给他们真正的好？你给他们一个福音好没有？我们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天主的爱。好 ，Pasche Anios，Pasche 是给我的呀。OK， 那现在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因为这个教堂是在加利利亚的旁边。我们刚才说的，耶稣是加利利亚人的。那个加利亚是非常漂亮的啊，很难是后面是什么？格兰高地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为什么？最近好像前一个礼拜 ，Trump 总统他说，我觉得这个格兰还真的是以色列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了解，因为格兰高地的是比较高，这个以色列是很小，如果。那个以色列人不是在戈兰高地的，他们会很危险，因为那个敌人可以在很高的地方瞄以色列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戈兰，那个是耶丹啊，这是加利利海啊，那个是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说耶稣就是在那个加利利海的，你看他那个地方，你看很漂亮的加利利海 ，OK， 金穗对不对？啊那个是。加利利 ，OK， 我们要看，我们台湾有这个东西，他们是那个什么，他们叫什么？他们是耶路，他们这有个你有台湾有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自己，他也是那个每天会看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耶路的啊，我们在这边也是，你看比较瞌睡的，他耶稣每天会看这个东西的，跟我们一样的。你看那个是白鹿，你看啊那个漂亮的话。加利利海是很肥沃的地方。那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放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一个另外的，我们可能在加利利海北方有一个另外一个小湖，这个就叫湖雷或者 Meram。 所以我就是做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是给我们都比较了解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平常的啊，什么圣经、什么道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记得，耶稣基督他每一天看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耶稣看什么？他看这个啊，所以不一定那个间距有什么改变的，但是那个他还是有这个看这个东西。你看，他们是各种的耶路，他们台湾也很多这个树，植物的。还有也可以说是吃的啊，那个水它的花鸟类的很多跟台湾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以色列是怎么样？你看台湾我们有很多这个东西，很多台湾一样的。你看这个是耶伦，那个是这个英文叫 heron or egret， heron 是比较大，一个是啊，那个是刚刚说是耶路，你看他们做的那个，他们很喜欢，都很记得。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是大自然。OK， 那现在这个叫 papyrus。啊，那个为什么我在那边就很惊讶，我以为 papyrus 就是在埃及的，因为那个时候是非常有，现在在以色列也有这个东西，这个非常我们的那个字 paper，P-A-P-P-R 就是从这个东西出来的，那个是一种草叫 papyrus，P-A-P-Y-R-U-S，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但是那个是 papyrus， 啊那个他们这个东西，他们这么做。他们会从尼罗河拿这个 papyrus， 啊，他拿个 papyrus 一直到以色列的，啊，那个以色列的有一个港口，也不是比较 Lebanon， 就是刚说 Biblos， 所以 paper 纸 ，Biblos Bible，OK，、okay, Bible 是英文是圣经，所以你有纸从埃及。Biblos 派到那个地方 ，OK， 变成圣经，所以这个是重要的东西啊。他们怎么做？这个东西，它是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芦苇，看起来是一种芦苇，但是英文叫一种 sedge， 不管什么样，他们把这个东西，他们会这个，他这部分，他会切，他们会切这个东西哈，啊，那个切这个东西又。一块一块的放在里面，放在一个桌子 ，OK， 切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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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OK， 它一块一块的也有上面的东西，啊，它会变成 paper， 这个都是变成 paper，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东西，因为它的 paper 就是变成纸，他们都是用这个东西会纸，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很漂亮的，你看它。它原来叫 papyrus， 有各种的，所以我们要拜拜一下。我们再快再一下，我们会了啊！但是这是 papyrus， 感谢你哦。